比方说星座，有开脱钝角，应该是一些嘛，一些一些不毛不毛。显地势，不毛，这不是众生，一念无时，众生是佛，无知万法尽在自心，何不将自心永顿见本真如本性？何塞盖经文，我本愿自性清净，我本愿自性清净，来，我不将祖先变现，即时发言，还得本心，现地识。我以任何相识，一闻言下别我，顿见真如本性。是意将出教，是意将出教法流行。令学道者，顿悟菩提，各自关心，自见本性。
灭，是叫灭嘛？不能。众生不叫灭嘛？那变成众生。啊，那众生那干么变分呢？当然呢。所以等于跟学佛，而且修，这个天龙呢，这个叫地干呢。所以咱前日天龙达天台，五只一步超压灭只千万里，压五只佛压灭只众生，不五即佛是众生。你无五，你无了解，你无明理，你无义。虽然你是佛的名，但是因为你今日嘛是众生，但是众生啊佛，众生啊佛，咱叫做调一心，咱调一心。就是拢伫内底，拢伫内底。咱个智慧、甲知识，拢是共一个物件，拢是共个，是因为伫咱个领悟出来叫做慧，啊，悟悟出来叫做识，安尼。所以只要一直甲看法，哦，一条摩西上清楚。咱一念悟，就是讲，咱叫伊一念开悟，咱叫伊无论，所以咱常说，我咧讲，人佛家的地方，你嘛讲，因为佛家是啥物，啥物中脑，长老，我虚无，哦，这个长老虚无的意义，就是讲，这个长老的意思是讲，一想上。像我建联啦、夏礼坤啦，哦，因为我德建是在民族，现在他们在做，他做校园，现在他们用啊，哦，你丢到艺术，那是因先开门教，他们先开门，开门，哦，那小的公司问，你不建联了吗？一般的丢过来的时候，啊，你一开门，有艺术的时候。先立个出去，要拉出去嘛。阿拉是认真对不起，顶多是对方的一个情况呢，叫大德子。阿你开放叫做大德子，利益的众生，那就是大德子。所以叫大德子。学佛就是要亲近咱的心性，所以这个心经。你弄着你家己只心，弄着你只心，你让你只心真正来当清净，把迄个过去迄垃圾、迄种物件，染污的物件，拢要安怎把真正把做一个大超清，变甲变好个。所以呢，众生是佛，那安尼当中一念佛时，众生是佛，好无？恁来做回来，我做，哈，安那。你要给做佛，要做众众生，是一个人的意思。你若今日去跟众生讲，不嘛？你家己若无功夫，啊，众生嘛已经。其实凡都无道理。我想讲，咱以前叫修，但这个叫做修，共修，叫做共修法。哦，叫做共修法。这个共修法就讲，这个咱大家共是伫咧共修。啊！这个新闻到底是不？不是这个供销团伙，是假的。他哪做的？你不是这个供销团，你哪里把供给？新手会不会大叔？大叔叫咩？那个倒数数呢？是啊，当时我做的人叫唔买，因为一哥把伊做为他老爷现在新手，因为新手，因为伊个特色，新手，伊虽然是伊是一个。而且内底较做伊个迄个教授主，但是心想个地位，伊袂当继承着无做伊即款个话，咱平常经常讲，哦，你若要当修，你若要当修持和尚出定，乃至
我都多担袂出来。咱今日合法，若真正无了解咱面顶三宝是无用心，咱嘛无事会人多担袂面顶。像那讲，你有吗？一个老师嘛，我说啊，啊，再请一个老师教，安尼差嘛，安尼差袂差。啊，签名传签名，我传伊几起落去，伊嘛不做嘛，啊，想毕业就是，啊，我都唔知咯，啊，请一个唔知咯，你哪传咯？安尼传伊落去，哈，愈传愈唔知咯，对不对？你唔知咯，你哪唔知？知影我甲你传，阿袂，阿袂唔对，所以你合法一定。因为这个物件，我是第一个在做的，莫言讲对吧？你肯定基本上爱了解，你肯定要修行。伊咧修行是要求，做白讲，后尾做做定了，何以办法尽在自心，对吧？无，办法所有条件拢伫你自心造出来，无对一个唔是你自心造出来。真正呢，啊，若无这条心，后尾就难讲啊。那无这条心，啊你这条做的时阵啊，迄条做，哦，迄个十二五金，三中十二五金，啊，这是种为人而金嘛。啊，那无人，还是有这三中十二五金，那这物件，这物件不必了嘛，你拢不了，好需要这经典啊，经典的拢不下传物件嘛，啊你看这经典要创啊，我想自己。那个这小人弄坏了，经常会说的。小人弄坏了，经常有事情看我经常。哦，这个五一楼那阿修罗，哇，这个阿修罗，阿修罗里底下就是牛将军和马将军。牛将军和马将军专门咧阿黑凡人的，天堂有咧阿凡人无？天堂有咧阿黑人无？伊是咧真看面的头个。迄个真多个世界，咱这个世界台湾，咱这个世界哪都无海人。我请教，今日安尼观察，当然观察。啊，你真多个世界，作快乐、作幸福个，冇开心，冇亲情，都无，哦，都无情感个，都无操刀，都无写字个，都无放屁，都无食毒，都无啥物件。所以你这个社会，这个环境，环境，环。幻界，还叫做幻境。哦，幻界，啊，这个幻界，幻界解释，这个真幻。幻界是作幻的世界，有烦恼无？大家咧装钱，对不对？大家咧拼钱，有烦恼无？那三点半下来吼，啊，那做嘛做？对不对？所以有时多些人比较难，所以这世界尽量不要烦。我咧讲这世界就是烦，但是你变那修下你的小心的烦，所以你这人过低办法，过低办法好，你这人够好，过低办法真正就是修这个办法，你来听好，这个办法因为伊这个包括一切，所以来说咱们就一切法。叫一切法，哦，一切法就是包括一切所有的法，这个万法，以及等于讲这万法是一万，所以看这个经典就知，以前人还是解释叫一切法，一切法就是包括一切十方界一切，拢无离开的这个主心，无离这些，拢做一切，哦，拢做一切，对这个经典，你们这。心灵上头拢无离开，啊！你个自信都苦足遐物件伫内底，啊！你苦足伫内底当中，你一年这万个是要创啥？要离开去，哦！要有自信，一年都自信靠说这物件，无自信靠说遐物件，但是所以一年我为着咧无发自信，无自信来我，你今日来到这个世界，这是一个别个世界，你要安怎我？经典可以知，我今日你一定爱，当然，咱一定是破世界，你唔是这世，爱超过这经典。刚才讲这经典的感觉，啊，你已经登到厝啊，你已经变咯，感觉感觉那个落差哦，
是为是一切万法，一切万尽在咱人的心中。啊，你来讲，我后面这个，何不从自心用顿点进入分析，这万法叫做是工具啊。这五地何不从自心用一切不对的自心用去顿点？顿点就是哪？顿悟，你才能进入分析。来，兄弟。我们说，咱今日办法拢叫做实，办法拢叫做实，这叫做无义，叫做无义，是不是呢？这个无义，以前哪位讲过呢？将你自性顿见进入本性，这叫做破，这叫做破，哪能叫做不实？那叫做不实。但是这无义，恁想讲？文艺，这个文艺是啊，文艺。这个文艺，经过发展方面，这个发展方面是啊，发展方面。这个发展方面，这个文艺嘛，这个办法，对不对？但是以前我是讲，这个发展方面，因为我老透过经过这个发，讲过，你不怕，所以经过发展方面。因公的公主性，发展的地域 permission 跟影响大，但是伊内底道理就是要互你啊，互你建立你的主性，互你先地位表影响大。但是你建主性影响大，你本来就有成就，即个你本来真如本性，你就有成就在里面。但是你太理解无义，这麻烦你太理解理解无义咧，找一下。看能不能存在，越存在些，越在存在些，越在存在里面，你理解辛苦了，越辛苦才能走，我们才能修，我们办，所以一切工艺都是该错的，但是要对我因果发展革命，这该错的，这亏发展革命，现在这亏，因为你元气幸福，你一因果把你错了，你办啦，那么长你长了。你唔能够接受，你本身个接受唔到，迄叫延期，延就是解错咯。情况就是讲，你今日本身个接受唔到，或者介绍就讲，我今日只得牌啊，就是成交。但是我只需要只成牌，但是我已经即位我哪能只只牌啊？我已经够点上单啊、皮单啊，我都只只牌啊。安尼人啊，你叫是接只牌啊？啊！你食饭啊，较在过咧。我食饭，你食食饭，啊！你会当死，都食饭袂饱死。食食饭较在过，我都要食食饭啊，你当停。所以啊，放下，积贵，积贵发展革命，安尼看没有？积贵你袂当去积起来，所以佛经上讲无上积德。你个积，安尼你袂当停。所以菩萨常讲，我若不满意。世人死在都微笑，我若不说文艺啊，世人死在都微笑。我要讲袂使哦，我嘛讲嘛袂使啊。所以来金刚经袂使用，咱老百姓讲，说话的不为温和。哦，欲有灵言，如来就是说法，就是讲。他是古人灌入来讲说法，这人老百姓讲。啊，不得已讲你是哪方面想的？但是我说法，这种东西是这么讲，这个人，这个人，办法，拢为着这条心，住在真心，这办法拢在真心，这物件对汝是汝的真心。汝是安怎睇的？汝接这物件，汝当对汝根本的意思讲，汝当对汝自心，汝顿点汝真实本性，汝当汝看了汝。你若看到话，你肯定想看我手，手叫做元气无余，你听。啊，你想到你看我手去镜头，你又看看了话，你还要看了话两面嘛？你个电视面嘛？啊，是想睇起我只手掉掉，一连你只镜头一连重心，就叫元气。因为这些人讲的经典，这讲经典，只要你当你抄起，抄得来，再经典就你，唔是让你抄起。你若放不开，你会使？你问我，我你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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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
我想来讲诶，买卖时阵经验是真诶，你开幕时阵经验是假，这个真实假，所以今仔互我实践，所以讲可能，所以讲你太唔无你太有点自信，你看下你了就唔自信，你家己有资料会认输。哦，你要要看这，你家己向上的民主你唔怕，你要看片面的话，哦，所以讲，你要看片面的话，你就不会你是外口的，你家己自己民主是一个，所以，这叫做哪？这叫做片面，这叫做片面，你有哪？所以这个顿点金如温性。金是不变，如，天如就是讲是恒不变，所以如叫做如如不动，这就是用如是变，就是无上无下是不变的，用如是变，如是变，所以就不变。我说这句文，我本我就是清净，因为我说这句文，我本就是清净，这个我说这句文的吼。这个循环系，所读的是中平电，懂没？循环系，以前人是做少年的，伊就做状元。我听过，我因老母的时阵，迄阵当时生个循环系个了后，因老母迄个时阵已经出来，所以老母就我听讲，进个阿罗汉，那个个时段时段进个阿罗汉个，所以生到迄个循环系。我这个人地位嘛非常大，啊 ，Q 五二七个人，这个人我听讲啦吼，经典说，咱说经典三教三宗十二部，经典经典有足侪人看，但是咱中国人上爱看的物件，就是 Q 五二七所翻的这部经典，伊所翻的，伊翻的经典从未，你想听无听？即嘛 Q 五二七翻的经典，是伊翻的出来。你内底微观就出来，哦，这人定作啊，啊，所以这个你菩萨戒定慧，这个菩萨戒定慧是修了所，所以讲是今天出现大意，集合起了这个菩萨戒定慧，吼、哦，这本经典内底有一句话叫做，这个不是有啦哈，叫做挂了，魔本原住体，魔本就该讲啊。咱本人就是一粒足清净的本性，我本人本就是清净。哦，欲识住，欲识心变性，该心何在？我你会当了解你家己这粒本性，你个这粒本性，你来当识住迄个自心变性，能了解着你家己咩？以前咱无能了解，咱拢无遐无数这种方法，所以不得想讲。众生就是妄想执着，就是众生上方实际上这个妄想执着。啊，咱妄想执着了到第三点，咱的自性在方面，伊个叫做，伊个叫做幻。妄想叫做幻想，叫做幻，叫做幻想，幻想。你妄想就是幻想，所以呢，你怀疑起来，第一幻，第一了解，第一幻。你也了解这个幻化的物件，你嘛想要？因为世间的人看到幻化的物件，那世间人唔中切。你离远去，你来讲你做阿些？真正幻化的物件，我请魔术师来解。魔术无做起来是真的啦，会当变得有得出，会当变得来得出。若讲真正变得出来了。我好世间人，有善人嘛。啊，会变明明出来吼，嘛也会变明明，我也对。变互你看到好啊，到位。对迄个长城啊，对迄边的时阵啊，对这边行，对面出来，对面行，对面出来。七十七回应该变到五十，只有女神要变到五十，你看真难解。啊，都是真理啊。不然伊的下面哪里啊？事实上无理啊。你讲解嘛，真难呢。用这个事实的假啊，这个是障碍，所以我们要说真真假假，假假真真。
这种东西，因为世间个人做单单，哦，这叫做烦恼，叫做烦恼。所以世间个人就是离繁华的这种无了解，所以年纪，人又无经，诶，迄个叫以上个经验上叫，应该是多多，哦，迄个叫，迄个叫，人了解这个繁华。两地之间的繁华，这是一个真重要的。好，所以这当中来讲，自性，你这个一块两块，你肯定有这自性的清净。啊，这自性的清净本身要弄啥物件？咱的囡仔嘛，先说，也无用，伊无用，无欲望，伊的囡仔做啥物？哦，你想要当一两岁啊，阿生回来，哦，阿生回来。啊，我，你看，依靠什么欲望？有什么欲望？所以讲，众生如因离气离海，众生如因离气离海，众生参天因离现象，因为诸缘如，一般都来要一人考，一人考一人考，对不对？所以进诸缘的目标啊，所以慢慢讲，公司有咱们很多，他们有很多，咱们很多那个隐性的囡仔，婴儿就是这个学不会的。人啊，下大雨，丈夫囡仔就生起来滴，爸爸，好像厉害，因为一见心，一见无欲，无欲，所以呢，伊个里面会得把天偏低，所以你才讲，人有灵犀一点通，这个的偏低啊，一天变矮，两天变偏，一点中国啦，看啥吼，这两个。不能，我前方面这个阿基在全体都是对的。大部分哦，大部分你个看，大部分拢无死的。你这个马来西亚泰国人大海啸，这个一定大部分拢无死，拢死啊死啊死，死啊死三十万啊。嗯。哎，大部分都无死掉，你这大部分的这灵哦，这觉啊。察觉呀、啊，察觉心呐、啊，哦，这察觉心很厉害。你看看你，别提高我，你保护众生的根本，是大对哦。但咱不了他不知哦，别大地人来哦，你什么教？你什么教什么？不要不会这个，你要去找。你有干嘛？你靠不了我，那么这大对哦。高阳公，做高阳公，啊，要变化出点名，我发觉对嘛？那你除非我老爷，那他看看他唔知呀，也察觉性。一年之后，一年增长，增长欲望心，增长是叫欲望心开，像这个覆盖，又看不了欲望，看不了。所以你会想到，那到这个察觉。哇！这个是咱老些视觉，那个无体啊，那个讲啊，那个这个物件，那个讲这个物件，啊，这个物件很正常。你知道这个物件，这个经常无体啊，那个当中，多无体啊呢？啊，你在那讲这个新鲜物件，争取、斗取、赢取、取得，什么新鲜物件？是个党，是叫咱主席，对不？那个本来，那。莫混完主心清净，他不清净，那不清净了呢？那是你要做厉害啊呢？所以你那边贪贵，那不得钱，你当然那个清净，那叫主心，那什么样？哪个供的？叫心天天的厉害，所以来供。哦，既然这，既然菩萨开经文，如果明天来供哦，那你就清净，就心主本心变性，开心得。心主本心，你能了解，你能识透，你家己有智慧见性，你能识见性。心主本心，这个心主本心叫做明心，你一定要了解。心叫做明心，心主本心叫做明心，然后你得了解。是不是？心主本心叫做这三步要开始跟着了解，叫做明定意识。心主本心这三步要开始跟着明白意识，见性叫做明心见性。
这是无明是咱的，免变成以前一定要明心，明心要变成，这句话解释起来叫做明心变成，安尼就是。啊，什么叫明心变成？我来说。你今晚入来，你电灯把关起来，入来内底，你就有看到这电火无？无，我阿妈你都有看，但是你电灯把拍开面心，明个，你有看到电火无？你是特地往看到电火明明？你这个电灯把关起来，你含面心见着了无？你含看到电火了，看到了无？安讲听意思？所以变成一天爱明心，所以你五十八经文来讲，摄住、摄住心，你要正摄住讲，好摄明白意思，你要你这个主心变成明心，变成安尼是唔得嘅。所以同讲对，好，再来就是净明经文啦吼，即个净明经啊，就是迄、那个即、這个文目的哦所讲经典啦。伊讲，啊，即时破人烦恼本心啦，吼、哦，烦恼本心啦，吼、哦。前面经就明白，归我结就是因为在不得的时阵，一个无出家的会食个意思。哦，分叫做无量经吼，即无量经，大家菩萨的论证菩萨啦，归我结也必定。所以你变成我给你的所以我给你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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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给你豁然就是讲分别的意思，豁就是分别的意思，你不要看表，哦，那年纪我都明白，因为你感悟已经够足，我想讲，那年纪自信也是八分先，对不对？来高招，来低招，来七招，来两招，来五招，来四招，来三招，来五招。好、哦，这个叫做公平，这个叫做无量，这个是八分仙呢，叫做公平。但是这个直接来，这个叫做啥？这个是两个嘛。哦，这个叫做德慧嘛，这个叫心嘛，这个阿修罗嘛，阿的阿修罗，阿修罗。这个蓝嘛，这个天嘛，哦，这个是阿罗汉，这个积分嘛，积分嘛，这个是菩萨嘛，哦，哦，以下列这个简单，我用一个数学比喻啦，哦，定个标准，十派分名，到十派话。好、哦，有几多是二十派，哎呀，是八派哦。这些多就是三十派，七十派哦。哦，阿修罗就是，哦，这个四十派，二十派哦。咱人的五十派跟五十派哦，这个，但是，这个够对天龙天多啊，天龙有百十个五十个，到十个五十个，你用听。虽然特别的暗啦，但是已经剩四十趴的功力，对，既然六十趴的功力，四十趴话，哦，阿弥陀佛，这个阿罗汉，七十趴的功力，三十趴话，这个比丘佛就是八十趴的，哦，八十趴的功力，十趴话，菩萨就是九十趴的功力，十趴话，就变成这个话。但是咱今仔日来到慢慢哦，慢慢就在遐修起，咱真难嘛吼，咱难，哦，咱就在开始练，哦，
变得对对象的一点心，那变成悄悄话，悄悄话。哦，那个圣诞老人家哦，他的老人家，那老人家哦，这变成悄悄话。但是这个悄悄话当中呢，那没有，那一个是他当中认了，这边拿着当的，拿着对当的，哦，对当这边的挑的，悄悄话呢，并不能怎样。但是讲起咱个乌暗，那较轻，咱个光明较大嘛。啊，咱个光明那较暗，咱个光明那较暗，咱个较无光。啊，所以这个这悄悄版的电影来说，以这个用心点嘛，这个中心点，这个平，这个叫平衡点，平衡点。哦，啊，是你以这个当中，咱比较好个。咱一定对接，咱对向什么去个？咱虽然一个人啊吼，咱虽然人方咱人，而且我用咱做比喻啦，但恁人有十种各界心的来对对接，这个心，人这个心啦吼，有十，这十种各界，有地个德无，有足心德无，有落地德无，有三德，你是想太阳放火，食到的。有些人行起来，佮伊死个头，看看是足恐怖个。伊个发火，咱行起发火咯。你看安怎死个？安怎安怎个？你看，你看个是个心。虽然伊是人个心，但是心一定是人个。所以就是咧讲，即有心发解，即咱即心，咱个一定要光明，咱个要光明，咱个必定会爱好人。咱若这个好人就是讲，伊这个物件来讲，即是好人，好人就讲，咱今日福建，因为你已经感悟到，感悟到福建就是开悟，这个心开悟，我讲要开，听起来光明啊，反正本心，反正本心就是讲，你这个主心，你这个主心完全的造成，他们本来。早年来了，也理解温馨不能够太那个是什么话呀？必须要是，对吧？就是那个那个印尼，印尼是差不多相信，但是一点心完全是无什么用呀。一是未来签个放下来了，有一个人修改，即是好人，好，好人的即是开悟，因为伊搞不了嘛，那伊嘛是困扰，温馨。哦，所以这个你要看好，先地心，对了哈，先地心，先地心，莫以任何相时，莫以任何相时，一文言下平安，一文言下平安，顿见真如本性，顿见真如本性，此意将处顿告顿，此意将处告法流行，此意将处告法流行。令学到这顿悟菩提，各自关心，自见本性。
圣灵的时阵，咱看像我一本研学的吼，你迄个时阵，伊含六组、五组甲会员伫咧对话的时阵，迄种五福建省，聚集建设，五福建省，所以迄个时阵六组会员，五组的时阵，用无所从，以心敌心，用金黄金的第三分来进入，然后一切把它不离出现。并无所住，以心敌心。这个为人话说，为何说法？这乃金刚经，这是经论。并无所住，哦，应以心敌心。这个为吼，把境界。哦，佛教有一句话咧，哦，一定好，定，就是讲面对，这个定就是面对意思。你定着物件，你看着物件，你面对着物件，叫定。应如所出，我应着物件，我只要心落去一条，因为我看一个小姐足水的哦，我应着啊。我应了，那就这个妆作水的，以我的心来讲起，我无念，无念就作水的，不管咱这妆作水，但是以我的心无有叫念着迄个作水的迄、那个无所住掉的迄个心情，无叫住啦吼，应着我无所住，不是讲我完全，只不过叫做空，了解了，我应着了，我就心情，愿意面对。有放下身心最好，理性一心，这叫做有。因为我只要心若不生，因为我惊无所住加贪念，但是我只要心无有生一个菩提心起来，那叫我中心。啊，那安尼叫做哪？叫做偏空啊，偏，这叫偏空啊，倒空啊，有，哦，啊，这叫做有啊。那叫有无空，这叫有无空。阿你讲听哦，这叫有名，有为了有空，空为了有有，叫做空有不一，叫做是二。那是，所以一无所住，以心敌心。好，阿们在讲心烦恼，以心敌心叫做心烦恼。那你心这心叫做心心，这心叫做心静心，心静心。因为伊面对着无所住的物件，所以才会好生。伊若有所住，伊生出来，是吗？伊若有所住，伊即句话人家是有，因为有所住，阿是有毛东西。伊即生个即个心就变复杂，复杂。所以我平常是讲讲一句意思，有了，但是我这个心无去定掉。所以主调要集中，要集主集，主集调的，我先说是叫做如之心，叫做如之心。这心不是浮躁的心，作清净的心。所以你用一无所住，安住心平。这个我叫做哪？金刚经，用金刚经的第十分，庄严佛陀分的第十分，你把它做回念净德，把做回念，安怎讲？一切办法，这个叫一切办法，一切办法，不离，一切办法，不离出现，对不？因为伊六祖慧能在回荡。所以咱要讲的是讲，哦，伊一文一言，哦，一文一言来平衡着，就是咱咧分析这个物件。伊用着金刚经做，有所住，以心敌心，同有分言道理。六祖后壁，六祖慧能，用伊来教，伊来教即句话讲，一切办法不离出现，一切办法，你一切办法，包括着一切法的内底。
伊无离开这事情，无迄个对，无着对上无对的事情生。所以咱三界有心生，他万法有色界，就是讲这个。所以一切办法，这一切办法，拢伫个造出来，拢伫这事情造出来。所以自性人性办法，万法不离自性。啊，这一切把它变成有，不离自性，变成空，因为这自性本来就变成空性，所以你有，它就是空，有，好，所以你因道了好些，因道了完全无关系，后边咱做这空性的，后边哦。那做的给，给是空的思维哦。那你要会想到，何其祖先，问，何其祖先不足清净，何其祖先不不动摇，何其祖先不足苦焦。不行的，你们先买吧。这个也好，何必自信？我来这个自信，都不来的清净，不来的动摇，不来的浮躁，不来不行的，这个是空，这个是分，事业不分，事业不分嘛是这个空性。何必自信？你们先买吧，这个有。因为你若遐空性，你若有生这个悟出来，啊，我遐空的，有就是办法。你今日会讲话，你今日做代志，甚至你有一个空性在，讲话讲出来。但是咱做出来代志是复杂的，咱做出来代志咱就烦恼，咱做出来代志是对。咱做出来代志一切办法内底当中，咱拢是菩提心，菩提心。菩提心，咱拢是佛心，咱做出来拢是众生的心，把咱感情造出来，思维根本造出来，因咱无清净，咱无清，所造出来的当中，咱菩提心，咱叫做烦恼心，咱叫做众生心，所以咱若造不严，何以众生不如清净，不闻道理，不如菩提，不如修遍，这是咱造不严，好难讲。何以助性，灵性，这叫做灵性，灵性。自性会当生万法，拢总是殊不离，所以叫做空有不离，这个叫空寂不离，一定要了解。所以你这句话内底当中呢，我以任何相一时间下变空，达到了分，但是这句话达不了量，开不了量，但是念法，所以顿点进入本性，那么是顿点。始终自本教流行，第二个，将着这个本教，将此教法流行，这个教法是在流行，流行了都传落去。但是伊家讲吼，这是咧流行幻现，流行到这，伊是爱是爱这地，看到这地是伊将此教法流行。流行就是传落去，因为作者今日起码要有背景，要面要熟悉，做母亲，但是嘛，还有这个靠法，那个流行和众生，我来当作是先例。但是我爱你，我爱你啊，令令你大家何者更满足？你马上爱情就有这事情，你未使隔离，即我这靠法内底当中，到这何者不摸手，何者？心地菩提心，心如明镜，但心地清净，心无所见，见到这个菩提物件，你买还无明白袂了，你想到这看我这无明，你无家己念，你家己哦，无家己心，你家己在心。所以你的意思，我希望你会当真正，你的学
在这个当中呢，恁来体悟，恁一定要深入恁个天赋的本性，我的本性，各自关心，自己本性，有关理性，我关心，各自关心这个艺术，这个艺术各自关心，比咱两个了解，不如双方这个这个思想，这个思想，各自关心这个关心。各组关心的艺术，一切各组关心的艺术，这些方式。伊人讲，因为你无内观疑心，你才能建立个个思想，这叫做理，这叫做心观念思。所以呢，如是我们必须不断修一下疑心不破，心无八万难。如是我们，如是正悟的作用，如是。好一个金黄金，好一个就是，那个开宗明义的开宗。如是我们，是不是人在问？伊在讲这个人的思想，因为这个思想，伊是无相物件，伊无相物件。但是这个无相所现出来这个物件，这个物件，内观观，这个叫做力量，叫做观心，观在观这心。这是辛苦的，用观念。你有能力用大观念看，你有法当背过理性，看到你思想的本性。你呐，这个背未开，啊，都有什么好杂的？这个观念归拢关系，都是在改造自己，这个理性是在改造自己。哎，操！你这地图一般的道理，观就是这么自性中的地图方面，免得内观理性。我想讲，好，这个叫水，这个叫金，这个叫银，这个叫文艺，这个叫地位，地位，这个叫思想。好，水，咱看水的思想。就是咱讲叫水性、气性的。根，这个根下的水，这个根下的水，以欢喜，根下的水以欢喜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就是样。但是咱对对嘛，伊讲样，那我看一个样就生一个样，不能烧造的，迄个样的思想，迄个根本的思想。但是你爱随着这个样去吧。对这个刚刚进来，啊，对，所以对影，就是咱讲文艺，用文艺的影来观照、观主性、观的根，大家看到最，用安尼做比喻，所以一定爱着爱，我今日咧行，咧感受啦，叫一个影无？嗯，这个影你讲当作是我是无？不是，因为迄个根。迄、那个根就是一个作用，迄、那个根就是讲伊照了我一样。但是你爱顺着迄个影来想的话，你唔通把迄个影当作我。那你个影当作我，你永远找的是我，无是想。你一定找的是影，你画的是影。迄、那个影就是说，文艺这个影，伊就是透过着文艺的发展地位以后，互你自信的咱观，所以才会讲，不主观心。电子分析变得思想，电子分析变得思想，那用功，那点那套位了做，不一定这一点，那能辅助分析，再来呢，主点分析，哪里方面在哪里上精简，我就是不懂我有什么建议，啊，哎，小贵，挺好，今天我们这里说啥，啊，这个情况比较有意思。谢谢，谢谢，大众文艺。
这点观是慈悲前报一空，尊道一空。第八向无极老母行三级功，前道一空，再极空，三极空。感谢点观是慈悲一空，尊道一空，再极空，三极空。感谢点观是慈悲一空。十架向无极老母行三级功，前道一空，再极空，三极空。十架前人的极空，送下点观世音功，尊道一功，再极功，三极功。十架前人的极功，送下点观世音功。好，大家晚安。晚安，晚安，晚安。